第一支舞蹈钟雅茹以俏皮的故事剧情以及令人惊艳的超快节舞拿下了目前为止一人第一轮积分赛的最高分。而这次虽然换了老师，钟雅茹还是坚持要挑战难度较高的动作，但是比起第一支舞，钟雅茹这次似乎显得相当吃力。休息一下，等一下。我有点喘不过气。休息一下。这一次是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然后我很想要做好它。庞大的压力在他脸上表露无遗，但是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的身体也早已濒临崩溃。你还好吗？坐着，就不要起来了，坐着，不要起来。其实之前就已经感觉到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我没有太去在意它。一直到上礼拜，我连走路的时候都觉得很痛，就是这种淤青，然后屁股这边整片都是这样，下面整片都是这样子的淤青。即使受伤如此严重，钟雅茹还是不肯减少练舞时数，但是从臀部到大腿的大片淤青，还是让她在某些动作上吃尽苦头。我是真的不晓得说他已经受伤成这样子，因为这第一天在排舞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动作有点卡住在某个位置的时候，所以我就觉得，就发生什么问题了。之后才发现说，他的脚好像出了一点 trouble 这样。之所以隐瞒伤势，连面对老师都绝口不提，是因为钟雅茹心里有个倔强的理由。我的伤就是我没有让老师知道。我怕他可能会觉得说，因为我膝盖有受伤，所以会把动作改得比较简单。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背负着第一高分的压力，再加上不服输的个性，钟雅茹再痛还是坚持继续练习。所以连远在南部的妈妈得知消息之后，都忍不住生气。其实本来也是不想让妈妈知道，就是也怕她的担心，因为毕竟不是住台北。妈妈一开始其实先生气，又有点斥责说，你怎么练舞练成这样子。妈妈阿妈就是又担心我在台北会好好照顾自己，然后我知道你们都很关心我，我会做到最好，让你们以我为傲。Chain of fools for following years. I put you where my man, but I found out, Lord, and I'm just like your chain. You got me where you want.Chang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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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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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Chain of fool, ah.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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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e.